怎么知道这个男人是就是最适合你的？我就记得有那么好几次，是因为的确拍得太晚，可第二天早上要起特别的早，就睡觉肯定是很少的了。我的助理因为也很辛苦，他们也是起得早睡得晚的嘛，他就让他们都回去了。然后我在卸妆的时候呢，他就带着那个菜刀啊，那个案板啊，买好了什么肉干嘛来啊？他因为做那个汤嘛，做那个汤呢，就是把东西切好，特别是那个肉，因为他可能在广东生活过，知道怎么做一些肉煲汤会比较好喝。他就说那个肉不能做成肉片儿。要做最好把它剁开一点，这样煲出的汤会比较有效果。他就因为那是个酒店嘛，就像这样的一个台子，他就拿那个小木箱子坐在那儿，一个手掌就在剁肉馅，所以我还挺感动的。我说人家其实还是挺，人家的手是拿来弹钢琴的，他拿了把菜刀了，这准备工作得多好啊。